吴宗宪在综艺玩很大节目中，经常都是用尽全力在拼。之前他因为骑脚踏车累残，手和脚都出现大片伤口，嘴唇也因此破了。爬起来的时候还失去几秒的意识，所幸后来到医院检查后，脑部并没有大碍。而最近节目加入新的主持群，经历一个多月拍摄，两队成员也越来越有默契。而制作单位为了让艺人有不同的体验，特地安排两队前往埔里采收一些有特色的农作物。不过身为关主的宪哥，在录影过程程中有查出意外，我现在把它咬下来。一次硬生生断掉，虽然宪哥幽默化解，但还是让现场的人全都吓傻了。粉丝看到后也表示，宪哥真的是太拼了，已经快要60岁，但玩起来还是跟年轻人一样，这个精神太令人佩服了啦。